日剧男演员、流行乐歌手阿云嘎先生，欢迎您。欢迎。以及中国国家体庆萨日娜老师、张树鹏、阿云嘎上台，有请三位。你们是内蒙古的骄傲，是家乡的骄傲。由你们代言内蒙古，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想去了解内蒙古，进而爱上内蒙古。此时此刻，我想我们要响起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回到内蒙古，回到暖场鄂尔多斯。有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杨进为三位自治区旅游公益形象大使授牌。我们的旅游公益形象大使，其实也就是我们内蒙古一张张闪亮的文化名片。内蒙古地域辽阔，而且呢，内蒙古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们内蒙古人热情好客，希望大家来内蒙古做客，感受大美内蒙古，领略壮美内蒙古的奇特风景。感谢三位旅游公益形象大使，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感谢三位旅游形象大使，也感谢杨进副主席，请各位到嘉宾席就坐。Thank you.